去逛街了。是啊，给我叔买了件风衣，要不你先替他试试。我叔的身高体型和你差不多。上身效果太棒了。我叔穿肯定瘦了，他肩膀比你还宽，你穿起来这里都紧绷绷的，他就更穿不了了。不紧，这合适。哦，那就送你吧。反正特价买的，人家也不给退。是吗？下次想要啊，你就直接说。还正合适，你可真有心眼儿啊！啊，出去之后好好做人。哎，你们谁啊？干嘛呀？松开我！走！哎，终于让老子给逮着了！干嘛呀你们？哎，松开我！给点颜色看看就成。谁呀？别动真格的。松开我！放心吧。松开我！干嘛呀你们？来，松开我！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给你哥找女朋友了？他一天到晚为我感情的事情操心忙活的，我也该替他着想着想。为你的事操了，你又让你哥给你找男朋友了？还是之前那三秒男。啊，你这是要毁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啊。这又不是不治之症，我上网查过了，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占50%呢。问题是，主要是吧，我老惦记着他，跟谁在一块都不得劲。我跟你说，夏要主动来我哥公司培训，以他那身份，谁敢动他呀？再说了，他身手本来就特别好，你说他来培训什么？他也惦记着你呗。而且我哥对他特好，我从来没有见我哥对谁那么好过。本来想下药也就坚持个几个礼拜吧，谁想到他一直坚持到现在。我哥就一直那么默默替我守护着他。你哥啊，那是真的心疼你。那是，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全天下的男的任你挑，你也挑不出一个我哥这样的。特种兵出身，够正直，够爷们儿，白手起家，够魄力，够担当。哎，我在电视上看过你哥，长得是挺帅的，但是给人一种距离感，感觉特别不好驾驭。有挑战性才有成就感嘛，那么多好驾驭男的追你，你怎么不跟呢？还不是因为俗呗。像我哥这样的很难对一个人动心，一旦动心绝不变心。所以我就老跟他们说，再漂亮的女的我都不眼红，追得上我哥的才称得上是天仙，我绝对奉他一辈子女神。瞧你那傻样。所以啊，赶紧加把劲儿啊，想想
嫁给我哥多好，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，还不用受小姑子气啊。嗯，那我试试呗，但是要是你哥看不上我，那我可就没辙了。放心吧。嗯，你别说，这家菜还挺好吃的。嗯，毕竟我哥做的差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只要吃过我哥做的饭，哪儿的菜你都不会觉得好吃了。赶明儿给我带你到我家吃一顿，让你尝尝。嗯。嗯。这家环境还挺好的，是吧？嗯，我也觉得，东西也挺好吃的。那咱们可说好了，明天见我哥不许爽约。那你打招呼了没有啊？放心吧，我给他发了个短信。那就好，要不然多尴尬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不用那么担心。起床。一会儿保洁员都要来打扫训练室了。要是在部队里敢这么赖床，屁股都给你抽紫了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快点。行，你过来。啥事儿啊？过来再说。啥事儿？重新点。有那必要吗？自个儿看看。怪不得你没女朋友，谁愿意跟你这样的人过日子？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？嗯，啊，好，这可是爷给他挑的。怎么样，迷人吧，帅吧，眼馋吧？哦，
所有人休息五分钟。怎么办？我好紧张啊！你跟他打招呼了吗？没事儿，我给他发短信了。那他回来吗？哎，你看，我哥在那儿呢。哎呦喂！真难得呀，我哥竟然为了见你穿那么帅。我跟你说，我哥从来不穿那种款式的衣服，真的，我给他买他都不稀罕穿，可见他对你的重视。这个男人比想象中的哥更难以招架。我的天哪，旁边那个男人也没叫你呢，好像哪个男明星，叫什么来着？就是那三秒男。啊，那真是暴殄天物。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昨天在短信里跟你说的王双。你好。袁总，您来一下，这边有点事儿。你们先聊着。你哥手劲好大，到现在我的手还是僵的呢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不陪你了。一会儿等我哥回来，你俩好好聊。嗯。那你就这样走了吧，我丢在这边。你俩相亲，我一电灯泡杵这儿干嘛？再说了，我还有自己的事儿要办呢。加油啊！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那你后面也好好培训一下。对新学员，你讲严格要求。想我了。让他们一定记住要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会给他们具体安排一些课程，让他们好好学。放心吧，袁总。那个，你的手真大。你的脚也挺大的，个也高。反正你哪儿都大。大姐，你的节操呢？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是来和你相亲的，你问我有什么事儿？难不成袁如没有传达到位，还是说？他已经用这种方式向我表达了拒绝呢。袁如没有发短信告诉你我今天来的目的吗？我没有看短信。还说衣服是专门为我换的，袁如果然不可靠。好吧，姑且当他是冥冥中感召到了生命里的第一个女人要出现了，才换上这身衣服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人也相中了，不努力一把多遗憾呀。是这样的，我朋友的公司想给你们公司做一个宣传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。我们公司有专门的宣传部门，你可以跟我们宣传部门的领导联系。可是我只想和你谈，因为我的朋友这次不仅想宣传你们公司，更想宣传你们的领导班子，所以呢，他让我跟你们的企业代表人先沟通。更何况我又不是公关人员，直接去跟你们的宣传部门人员沟通不太好吧？那请吧。哎，那个大美妞谁啊？行了行了，一直平没完。哎呀，休息一会儿吧，你今天状态不好啊。这平时啊，只能看着大舅子跟妹夫互动，这今儿正主可算来了。沈妹没想，没想到我会来找你吧？确实没想到。今天呢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还是算了吧，你给的都是惊，没喜。不过呢，这个惊喜也是要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的。我要去训练了。别走啊，这一点代价跟你在这辛苦训练了几个月相比应该也不算什么吧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
干什么？小兄，你就别辜负袁小姐的一番好意了，她为了这份大礼可花了不少心思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